等等啊！
爱你的歌手曼陀罗登场的时候，大家都要站在那一起看一下，要不然我台上有点尬，对吧？你们好冷静啊，这个男人。然后我就好，言归正传啊，就是见面会嘛，有更多的时间和大家聊一聊，然后说说话，分享一下自己的感悟，然后感想，对吧？其实我在从马来西亚回国的飞机上，突然就想到了一个故事，来听我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啊，我暂且给它命名为“饼干人”。我刚说完题目呢，认真听。我们去到超市，超市会有琳琅满目的商品，然后呢，就是有这样一盒饼干，然后被人划了一道口子，就有人呢买了这个饼干，他就放在他的购物篮里啊，推着走，然后这个饼干就在那晃，等到结账的时候呢，他去结账的时候就发现，哦，这个饼干已经烂开了。那这个饼干的结局和后果是什么呢？我吃掉。他可能就会被无情的丢在垃圾桶里，作为一个废品。可是呢，虽然这个超市永远会有新的饼干商家和新的包装的饼干商家，你是有眼的。但是呢，这个被丢弃的饼干，哎，突然它就从那个包装盒里出来了。原来这个饼干是有灵魂的。它和其他的饼干不一样，有没有认真听？你就是我的灵魂。所以我觉得人之所以是人，然后饼干它赋予了灵魂，它变得不一样了。